我来的运动非常荣幸今天在今天下午能在 Community Over Code 大会上跟大家有段一次技术分享，简短的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华中明，是 Apache Dubbo 的 PMC 成员，然后我在 Dubbo 社区应该已经有5年多了，然后见证了 Dubbo 从 Apache 的孵化到毕业的整个过程。 那我现在就职于友站，然后是友站微服务框架 Service Mesh MQ 等中心产品的负责人。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 Apache Dubbo 静态化的 GraalVM Native Image 的解决方案与实践。那本次演讲会跟大家分为5个内容来介绍。首先第一个就是 GraalVM 它直面。 如何去解决 Java 应用在云计算时代的一个挑战？然后第二部分是 Dubbo 它是如何享受AOT 带来的一些技术红利？那么第三部分是 Dubbo 的 Native Image 它的实践跟事例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第四部分是 Dubbo 集成 Native Image 的原理跟思考。最后一部分就是讲一讲 Dubbo 在后面 Native Image 集成上面的一些技术的一些规划。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就是 GraalVM 他们怎么去解决 Java 应用在云计算时代的一些挑战。云计算时代我这列了几个比较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基于云计算的基础设施，我们的 Java 的应用能够在云计算的基础设施上能够快速、轻松且高效地做到弹性。那么第二部分是基于我们的容器化的技术。 我们的系统资源切分得更加细了，然后它的资源的利用率也更高了。然后第三部分其实基于我们的云计算的一个开发的平台，然后能够让我们的应用部署得更加容易，然后更加敏捷，开发可以做到更加敏捷。那在云计算这种云计算的时代 ，Java 应用它面临哪些问题？就第一个就是能启动的速度比较慢。 那第二个是它的应用预热时间过长，无法比如说立即达到它的性能的一个峰值。那这两个其实对我们做弹性，其实受有很多的影响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Java 它所占用的内存，包括 CPU， 它占用的资源要比其他语言相对而言会高一些。第四个当然是我们的 Java 在构建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繁琐，还需要JDK 的一些环境。那么 其实 Java 在 Serverless 的场景上，这些问题会尤为的突出。因为 Serverless 不仅能够给我们简化我们的开发的一个场景，以及简化我们的开发的一个体验，但是同时它也能做到极致的一个弹性，甚至是秒级的一个弹性。那在这张图是 Datadog 上面统计了FAST 的一个产品 AWS 的 Lambda 产品。 它的语言在 Java 语言在，虽然它是更流行，但是它相对于 Python 跟 Node.js， 它还是相对于它的占比是比较低的。然后我们 Java 本身的语言，其实在 Serverless 层面，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容器的调度，还有它的比如说镜像的下载，比如说我们启动，然后包括冷启动的时间，包括预热的时间，都是这些都影响。 Serverless 场景下它的一个弹性的一个时间，也就是我们弹性扩容的一个时间。对，然后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GraalVM 它本身所涉及到的一个，先介绍一下 GraalVM， 然后 GraalVM 这是摘自于 GraalVM 本身官网上的一个介绍，它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它可以把我们 Java 应用提前编译到我们的独立的二进制包内。 那这些二进制包相对于我们跑在 JVM 上面，它可以更加的更小，然后它可以更快的启动，然后提供不需要说我预热就能够达到的一个极限的一个峰值，然后还可以减少它的内存跟 CPU 占比。可以看到它的介绍跟刚刚提到的一些Java 语言开发 应用它所涉及到的问题都一一对应了。 那其实GraalVM 它本身其实是应该算是 JDK 的一个超级，
它包含了完整的 JDK 的发行的版本，包括它还有一些 compare native image travel 这一些，甚至它还涉及到多语言的一个汇编的一些能力。那总结起来，其实 GraalVM 它本身其实就涉及到两部分，第一部分 JIT 其实就是原生 JDK 本身的能力，那么第二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要涉及到的，就是 AOT 的部分。那JIT 可以大致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JIT 它本身是我们平时在编译之后，对吧，它的一个 class 文件，字节码文件，它会要再做一个在运行时它会做一个，比如说把它翻译成机械码，对吧。那 AOT 它本身有所区别的是，它在编译期它就能够做到把我们的那个把我们的那个字节码直接在编译期就直接转化成为机器码，而无需在运行时去做这些处理，所以它的你可以看到它的 CPU 包括内存会相对更低。那么下面这张图比较经典，这是 Java 1上面大部分的一张图，它是一张 Java 的生命周期的一张全景图，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它从 JVM 的启动，也就是我们 Java 钢架正常的那种启动方式，从 Java 钢架开始它的 JVM 启动了，然后再到我们的一个 Java 的 main 函数的启动，然后再到我们的比如说 Java 的预热，它的应用的预热，然后再到它的一个稳定期，最后到它的销毁，这是它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呈现。那 AOT 它的区别在于什么呢？ AOT 区别在于这个红色的 VM 它是没有的，然后第二部分是 JIT 相对于 AOT 而言是肯定是没有的，然后还有浅绿色的那部分应该是解释器的那一部分它也是没有的。所以AOT 对于 JIT 来说只有内加载，然后 GC 以及它能够瞬间的达到我们的应用的稳定期，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区别。那在它们特点上面右边这张图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就 AOT 它本身能够比如说启动耗时会相对比较低，然后它的低的内存的一些损耗，然后还有一些它打出来的二进制包会相对较小。然后 JIT 它本身因为它有即时编译的一些效果，所以它现在的极限的峰值还是比 AOT 是相对比较好的，然后包括它的极限的吞吐量是比 AOT 相对现在较好的，这是 JIT 跟 AOT 之间的一些区别。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到底 Dapr 在集成 GraalVM Native Image 之后它享受的哪些技术红利。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编码之后，对吧，我们的 source code 它呈现出的它的产物形态新增了，就是传统的我们传统认知上的可能是加包的形态，也就是说第一种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 Maven Clean Package 对吧，然后把它打包出来就是一个加包，那我们 Java 钢架就能够启动这个加包。那第二种是我们集成 Spring Boot 之后它所提供的一种能力，就它能够轻松的帮我们直接打到镜下里面去，而不用说我们写 Dockerfile 这一些文件然后去打包。然后第三种也就是我们集成 GraalVM 之后所新产生的一种Native 的一种可执行文件的一种形态。那这种形态的话它现在无需 JDK 的环境就能够，虽然它跟操作系统相对应，但是它已经无需 JDK 的环境来去做启动了，它能直接像比如说像 Go 一样直接把二进制文件直接启动。对，然后这是我们集成Native Image 新增的一种产物形态。然后第二个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启动耗时大幅度的降低了，这里这些跑分都基于四核十六 G 的一个 macOS 的系统上跑出来的。然后左边那一个跟右边那一个区别是，左边那个provider 端其实就提供了一个 Dapr 服务然后跑分出来的，然后右边是提供了一个调用者的一个身份跑分出来的。那可以看到左边的这张图统计出来之后，它的我们的 native 的可执行文件比我们架包的这种方式它的启动耗时降低了12倍多，然后单纯的一个客户端的一个应用它的启动的耗时降低了大概11倍的多。所以在刚刚提到的 serverless 的一个场景上，它能够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在我们扩容的时候能够达到一个
甚至已经能够达到毫秒级的一个启动速度了。对，然后这是第二个我们集成 AOT 之后的一个技术红利。第三个就是启动后立即达到性能的一个峰值。可以看到这也是跑分跑出来的一个数据啊。可以看到我们的 consumer 跟 provider 端，两个都全部都通过我们的静态化执行文件执行之后，它比我们两个都为价包的这种情况，第一次调用的耗时降低了6倍。那这个第一次调用，它其实代表的就是我们的预热的时长，以及我们在第一次需要解析的一些类，包括资源的一些情况。那这个也是我们在比如说Serverless 的场景下面的时候，能够瞬间达到它的一个性能的一个峰值。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内存损耗，可以看到从左边跟右边两张图啊，然后在单纯的一个 Dapr 应用的一个基础上，它的内存损耗也降低了大概3.5倍，大概我们的那个 Native 静态化的执行的一个文件可以做到60兆的一个内存的占比。然后像单纯的一个客户端的，它的内存的损耗也大概降低了4倍。然后这是 Dapr 在 Native Image 技术场景上的做的一些内容，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是我们把易用性增强了，就它现在目前支持包括之前支持的 API， 然后现在还有注解还有 XML 的一种方式，能够自动识别我们服务接口。我们知道服务接口是由我们业务自己定制的，对吧？然后这些的服务接口涉及到的reliability 的那些 metadata 数据，那我们现在 Dapr 测能够自动帮你识别掉。然后第二部分是可维护性的增强，这个可维护性可能涉及到是 Dapr 的一些开发者和贡献者，因为之前是一些我们自动，现在可以它做到自动生成的一些 source code， 然后来减少我们开发者维护这一些成本。然后包括Dapr 核心的所需要的一些可达性的一些元数据，那它都能够自动生成。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多平台的一些支持，包括我们认知上的一些，包括 Linux、macOS、Windows 这些平台上都目前已经支持。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多功能的一些覆盖，这里举了两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Dapr 协议，对吧？Dapr 3.0 的一个 Travel 的协议。然后这些是我们在 Dapr 在 Native Image 现在做的一些事情。那么既然它享受了这些红利，到底我们的 Dapr Native Image 它现在该怎么使用它呢？然后这里下一部分跟他们介绍一下。然后这里是当然我们安装 Native Image 不在这里再过多的介绍了，就是这个我们参照我们的 GraalVM 官方文档就可以直接把 GraalVM 以及 Native Image 两个组件去下载下来就可以了。那这里讲的是跟 Dapr 相关的，你可以看到这里虽然看到要安装3个插件，但是跟 Dapr 的相关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这个 Dapr Maven 的 plugin。 然后像下面那个 Spring Boot Maven 的 plugin，它本身其实提供的是 Spring 的 AOT 的能力，那我们在API 的接入的方式上面是不需要加这个插件的，那如果是 XML 跟注解的还是需要加这个插件的。那第三个是 GraalVM 它本身提供的一个插件，然后可以看到这里加了一个 Retrievability 的一个 Metadata 的一个执行，这个后面会介绍到。然后涉及到 Dapr 源完整的插件就这三个，关于 Native Image 的接入。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依赖，现在 Dapr 的一些关于包括我们的一些可达性元数据的一些扫描跟执行，以及我们的一些配置文件的生成，还有一些 source code 的生成，都在我们 Dapr Native 的这个依赖下面，然后我们需要引入这个依赖。然后第二个是注解跟 XML 方式，我们还是需要接入这个 Spring6 的一个兼容的一个包，因为 Dapr 大家应该知道现在还兼容着 JDK 8的版本，然后 Spring6 它在发布之后是最低支持的版本，就是 JDK 17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有这么一个模块去对这个做一下兼容。对，然后当然这里就可以看到其实就只有加一个插件跟加一个依赖的过程，
然后大家就能够轻松的把我们的应用转化成一个 native image 的形式。那这里这里反正就执行了相关的一个我们 samples 的一个命令，这就是我们打出来的一个二进制包，可以直接执行这个二进制包。那当然完整的示例反正在Dapr 的 samples 下面，然后大家反正或许有感兴趣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去编译打包，然后看一下执行的效果。对，然后第四部分的话，然后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Dapr 在集成 native image 的原理跟思考。首先来看一下 Dapr 到底在 native image 技术上面发展的一个历程。我们在2021年6月份，然后发布了 Dapr 3.0 的版本，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也探索了 native image 相关的一些技术，应该算是提供了一个实验性的版本跟 demo。然后那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就刚刚提到的，我们要维护非常繁重的 adaptive 的一些 source code。然后第二块内容就是我们要维护 Dapr 所有全量的retrievability 的一些 metadata。然后这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开发者可能会要在，比如说我们要新增一个功能，对吧？我们要去考虑 coding 以及 code review 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去添加这个可达性的一些元数据，这也造成了我们维护成本上非常高。然后第三个就是提到的，我们在那个版本上其实还只支持 API 的方式，然后不支持注解跟 XAML。 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当时提供的那个插件是 Dapr Native 的 plugin 这么一个插件叫做。然后在后面的 3.1 版本，其实 Native Image 本身的发展是并不多的。然后在出现一个拐点是在2022年11月 Spring Boot 6跟 Spring Boot 3正式发布了。正式发布之后他把那个 Native Image 技术作为他的发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展现给了大家。那么 Dapr 社区也思考了，我们对 Native Image 技术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新的跨越了，所以我们在2023年4月也就发布了 Dapr 的 3.2 版本，那么重新对 Native Image 技术的一个思考跟重构。然后现在 3.2 的一个版本它能够做到，就是我们能够自动识别我们那个 SPI 相关的 adaptive 的一些源码，然后这部分已经不需要说开发者再去维护了。然后第二块就是我们能够自动识别，就是说业务所使用到的一些功能所涉及到的一些可达性的一些元数据信息了。然后这也能够减轻打在我们业务的启动的那个可执行文件里面的一个包，能够减少它的大小，因为在前面那个版本它是其实是把 Dapr 所涉及到全量的可达性的元数据都打在我们的二进制包里。比如说业务用了 ZK 对吧，作为注册中心，那我们把 Nacos 也打在那里面，所以导致它的二进制包会非常大。然后现在这个版本会，你比如说用到 ZK， 那我们在 ClassBus 上其实解析不到 Nacos 相关的一些依赖，那所以我们就不会再把这个相关的内容再打进去了，而且它现在都是自动识别了。然后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新增了 Dapr 的 Maven 的 plugin，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Dapr Native 的 plugin 它本身所涉及到的能力跟内容是比较聚焦的，只有 Native 相关一些能力，那我们把它重新的归名为 Maven 的一个 plugin， 那这可以涉及到的就是我们能够降低业务接入的一个薪资负担，后面就是 Dapr 相关的 Maven 的插件都只要通过这个来做就行了，那不需要说比如说后面 Dapr 有一个新的功能对吧，然后跟 Native 没有相关的，我们又要业务再接入一个新的一个 plugin。 对，然后第四块就是最大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兼容了 Spring 6跟 Spring Boot 3，那这也奠定了我们在下个版本把 XAML 跟注解支持上去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们在2023年的年底将会发布的 3.3 的一个版本，然后它现在就会支持 XAML 跟注解的方式，并且它会基于 Spring 6完成，然后包括我们会移除我们 Dapr Native 的 plugin。 当然现在这块内容已经在 3.3 的分支上了，现在也发布了，应该要发布beta 的第一个版本，然后大家也可以去试用。对，这就是 Dapr 集成 GraalVM Native Image 的一个发展的历程。
那么刚刚提到了，就是提到了非常多次这个retributability 的一个 metadata， 对吧？可查性的一个元数据，那到底它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聊聊 AOT 的局限性吧。其实 AOT 它本身是有局限的，它是遵循我们的封闭世界的一个假设的，就是也就是说它只关注于我能看到的所有的字节码的信息。那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 Java 的动态语言的一些功能它就不再支持，也就是说 JNI 包括 Java 的反射、动态代理、 Class Pass 上面的 resource 的一些获取，对吧？这些行为都不再支持。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在组件上包括我们在业务开发上涉及到这些功能包括使用场景是非常多的，对吧？那GraalVM 当然出了这个 AOT 的能力，它当然也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它就运用了这个 retributability 的这个 metadata 的能力去解决了这些问题。然后右边这张图它其实就是它的几个分类啊，这里有五个分类，当然官网上其实提供的是第六个分类。这里五个是涉及到是比如说 JNI 反射的，以及序列化的，以及 resource 的，以及 proxy 相关的元数据的一些配置信息。那么它可以让我们开发者在编译前就提供好这些元数据信息，然后提前打包到我们的那个可执行的二进制文件中。那第六种其实是应该是预定义的一种类型，那种是要我们提供我们完整的字节码的哈希值的，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列。然后它的使用也可能跟tracing 的 agent 联合起来使用。然后我们现在就主要讲这五种。然后第一的话，那我们业务开发肯定是想要了解的是我们到底怎么去获取这些元数据提供给我们的编译的工具，对吧？然后去怎么去把它打到二进制文件，让我们整个 native 的可执行文件能够正常正确的执行起来。第一个是 GraalVM 它提供了一个 tracing 的 agent 来辅助应用采集，也就是说在运行期间它会去采集你这些行为，就比如说你有用到反射，对吧？它会把你反射的一些元数据自动生成，然后生成出一个配置文件提供给你。但是它并不能保证说把你所有的信息都采集全。这个是它官网上所提供的一个内容。那么第二个就是 GraalVM 它提供了一个仓库，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其实涉及到包括像 Java 反射、动态代理这些操作，纯业务的场景其实是还是会用的相对较少，而是我们运用到的一些组件中。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的 Native， 对吧？ Native 里面举个例，我们比如说 Native 里面用到反射，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仓库中直接可以找到 Native 相关的它的一个反射的一个metadata。然后怎么去使用这个仓库，其实并不是，也不是说让业务从这个仓库里拷贝过去，对吧？就是刚刚提到三个插件中的 native 自身提供的那个插件，它就会自身把这个仓库里面的元数据直接打在我们的二进制包里面，让我们就无需要关心这些公共的组件的一些元数据信息。对，这是可查性元数据的一个介绍。那么跟 double 相关的就有哪一些元数据信息？首先这里把这个五个列了一下，可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反射当然是他们内部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场景。那先介绍这个反射的元数据。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内外部的一些 service， 我们知道 Dapr 是 RPC 框架嘛，所以定义服务接口是最通用的一种能力。那内外部接口区分就是 Dapr 内部其实也提供了一些服务，包括 Matrix 的 service， 包括我们的 metadata 的 service。然后用户的服务就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理解上的业务定义的服务接口。那这些我们是其实是需要拿到它的一些元数据信息的，用通过反射，所以在反射的操作里面这个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一些 SPI 的扩展，Dapr 的一个扩展能力基于得益于我们的那个自己建的一套 SPI 的一个机制，所以它的扩展以及它的Adaptive 的一些类型是要用到反射的。然后第三部分是多实例的，然后第四部分是它的一个配置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这几部分都是我们要用到反射的。然后第五部分就是我们业务上面自己用到的一些反射的行为了。然后第二个就是 resource
可以大家知道，如果业务上比如说最常用的就是我们的 filter 对吧， filter 会要做一些扩展，我们要配这个配置文件对吧，然后 resource 的一些元数据其实就是涉及到就是这 meta info 下面的这三个路径，然后第四个其实就是我们在 Dapr 3里面支持对安全性的一个增强，就是我们的序列化的一个黑白名单的一个 resource 的一个配置，那这是我们 resource 的一些涉及到的元数据。那第三部分是序列化的，我们知道作为一个 RPC 调用的一个框架，它的一个接口的定义以及方法的定义，其实内外部分的服务它的一个 parameter 的一些包括请求参数以及返回类型，这些是需要用到序列化的一些接口的，对，然后这也是我们 Dapr 内部涉及到所需要帮业务自动识别进去的一个可查性的元数据。然后第四部分的话就是动态代理，我们知道在传统的 RPC 框架里面动态代理是用的比较多的场景对吧，然后内外部分服务的引用其实就是我们的代理的一个元数据，那 JNI Dapr 目前暂时没有用到。然后这是Dapr 相关的元数据的一个总结，然后把它分为了四类。第一类其实就是规律性的内容，就是刚刚提到的 adaptive 的一些 source code 的一些生成。那第二部分是我们的确定性的资源，也就是 Dapr 内部的一些扩展以及资源的一些配置。那第三部分不确定的资源和行为，其实就是业务自定义的那一部分扩展实现以及定义的一些服务。那第四部分的话就是我们集成依赖的组件，比如说刚刚提到 ZK 对吧，其实它属于其他社区的一个生态对吧，它涉及到一些注解的一些元数据信息，那么我们会提供比如说一个是根据官方的支持对吧，一个是第二个是我们提供内部的一些适配的一些逻辑，然后这是我们把它分为了这四类行为。然后这是识别 AOT 的执行的一个流程，那一个是可以看到它的源码在编译之后，其实它的区别是在于它会启动我们的 Java 应用进程，从 main 函数开始，然后去找它的所有的 source code 跟它的 bin 的一些元数据信息。那这下面就是Spring 自动生成的一个我们用 service 注解，也就是 Spring service 注解生成的一块它的一个 source code， 也就是它会把它生成为一个 bin 的一个定义的一个获取的一个类。这是 Spring 的一个 AOT 的执行逻辑。那到底 Dapr 的怎么做呢？Dapr 的它其实并不是从 main 函数启动的，它是启动了一个扫描的一个进程，去把这一些刚刚提到的我们确定性的以及不确定性的一些元数据以及规律性的内容把它扫描进来，然后自动帮大家生成这一些元数据信息的。然后这下面也是 Dapr 用 Dapr service 那个注解生成后的一些信息。那么这个可以看到，这就是产物，就是Spring 本身提供的一个产物的内容以及 Dapr 的 AOT 产物的一个内容。然后可以看到就是我们 Dapr 的那一块其实下面就是 adaptive 的一些 source code， 然后这里就是 Spring 相关的一些配置，然后这最后 native 在执行的时候它会读取到这所有的一些配置。那这个就是 Dapr 跟 AOT 之间的一个边界了。可以看到API 的接入方式跟注解跟 XML 的接入方式是有所区别的。那像注解跟 XML 其实是借用了 Spring 的一个 AOT 的一个能力，还涉及到包括比如 service bin、reference bin 这些 source code 的生成，我们都借用了 Spring 的一些能力。那么 Dapr 的一些 AOT 的能力，它其实就是涉及到自身的一些元数据的一些生成。那这个上面我们在后面迭代中也会把这个边界做一些区分开。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技术的一个规划了。首先就是我们要提升开发者的体验跟开发效率。Dapr 在 3.0 之后应该提供了包括 IDE 插件，包括脚手架，包括 CTL 都在发展，然后 Native 也会后续在建设中把这个加进去，然后提升开发者的一些体验以及开发的一个效率。当然还有部分就是文档的建设，我们最后后面会把一些哪个版本对于哪些组件支持，会慢慢的把这些列出来提供给开发者，这个是我们在体验上的一个提升。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性能优化，其实可以看到刚刚已经精简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但是其实还有一些可以做的事情，就包括GraalVM 所提供的一些能力上面，我们还可以把一些
类相关的一些可达性的一些配置加上去，然后让它产生作用之后，能让我们最后打出来的二进制包会更小，然后我们的编译的时间也会更加的缩短，然后这个后面我们也会去着力去做这一块内容。然后第三块就是我们会覆盖更多的组件，因为知道这个接入的步长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组件还没有支持完成。然后我们支持现在主要的思路就是会把 Dubbo 现在主仓库的一些扩展先支持完，然后会往 Dubbo SPI 的扩展上面去做相应的支持。那么第二部分是我们内核所需要的一些可达性的元数据，我们会把它推到 GraalVM 的一个可达性的元数据的一个仓库上面去，然后让业务开发能够正常的使用 Dubbo 内核里面的一些元数据信息。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整体的思路还是说会优先考虑，如果 GraalVM 本身仓库里支持了，那我们就会不再支持了，就是借用升级它的那个 plugin 就可以做到了。所以这是覆盖更多组件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GraalVM 相关的内容这么多，然后演讲就大致到这里了，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华忠明给我们带来精彩演讲。就这个整个静态化技术呢，应该算是比较前沿的一个方向，就为了解决整个 Java 网云这个，因为现在整个 Serverless 都上云啊，都是一个大的主线嘛，就解决整个 Java 应用的启动慢等等问题。非常感谢华忠明。那在我们开始下一个议题以前呢，给大家稍微留一点时间吧，因为我们接下来总共算上这场有八场，那中间呢，当然大家可以大概在3点多钟的时候，3点半应该外面茶歇会有一些茶点，包括那个小点心啊，吃的喝的，大家反正中间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出去休息，然后再回来就可以了。那么中间就不专门留暂停的时间啊。那接下来看这个 GraalVM 这块，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就可以提1到2个问题。有没有疑问？这个教室能不能大一点？教室，这个非常抱歉，非常抱歉，这是那个整个这个会务这边这个场地非常有限。然后我们这个专题呢，也是应就是大家需求比较高，就是关于微服务的呼声比较高，我们加进来的一个议题，所以就只能委屈一下大家。好，我们人很少是吧？是，这个回头我们跟会务反馈一下，这个咱们这个还是比较热门的，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加上这个议题嘛。就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这块。就是咱们这个 GraalVM 有真正实施在业务里面用吗？就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好像大部分是这种类似于中间件的在支持。对，就是业务上面其实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涉及到业务上面的那一些它的局限的那一些内容可能会相对比较少。现在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组件还不支持，对，然后包括你可以到 GraalVM 它那个可达性元数据仓库里面看，其实它也不断的有人在提很多的组件需要支持那些元数据的配置。然后它的如果你的业务会比较单一，它涉及到组件比较少，其实在升级上面的成本会很低，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就接进去。当然业务上面他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的吞吐量的分值还没有 JIT 比较高，所以如果核心链路上的业务可能会需要斟酌一下。当然 GraalVM 他本身之前他在分享的过程中也提供了一些后面的一些思路，就他也希望说在吞吐量上包括极限的一些 RT 的分值上面，他也会全力的去希望追赶 JIT，就是把它覆盖掉。那当那个覆盖掉的同时，其实我们就能够说真正的达到说可以用 AOT 来覆盖 JIT 的一些场景。对，刚才说到的 GraalVM 支持某种组件，是说把某个包编译成 Next 方式吗，还是怎么样？并不完全是，就是因为我们组件有一些 SDK 嘛，对吧，它并不是一个应用，对吧，并不具备比如说没函数，对吧。那这些 SDK 本身刚刚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 Native 对吧，就大家应该在网络通信上面它作为一个比较技术的一个框架的嘛，
对吧？它涉及到比如说它涉及到一个反射的一些操作，那我们在真正执行过程中涉及到反射的一些行为，这些是不被AOT 本身是接受的，就它会在执行的过程中是无法识别这种反射的操作的。那这个行为需要我们通过刚刚提到的那个 retributability metadata 的那个配置来去支持，在我们编译期之前就把它给提供去进去。比如说某个类，对吧，某个类提供了一个方法的操作，对吧，那个操作里面有反射的机制，那我要反射拿到比如说某个类的一些方法的参数，对吧，那我们要把这个类的配置配到我们的那个反射的那个metadata 数据里面去，让GraalVM 的那个 native image 那个编译器能够正常的识别到这个数据，然后正常把它打到我们的那个奥丁子包里面去，这样就能它能够正常的识别这个反射的机制。对，谢谢。嗯。那最后想问一下，如果就是像现在 GraalVM 点的东西，如果现在上路的话，跑什么方面？就是这个看，就是因为刚才你说的那个啊，就是你没法对它这个事儿，那个东西就是不能解决。对。就换句话说，就是基本上就是除了这一块，对吧？现在的话就是如果因为我们大多数的用 Dapr 的用户的场景其实都是插麦跟注解，对吧，其实 API 的场景是相对比较少的，对对对，所以我们最终提供的一个版本应该是其实希望用户是在 3.3 的那个版本上面做的，对，就是我们现在 3.3 应该是 beta 的一个第一个版本嘛，在考虑发布，然后应该可能看社区的进度，可能是年底发布正式的一个版本。当然我们试用其实在 3.3 的第一个版本其实已经可以开始试用，现在已经有了这个能力。对对对，我们希望把它的核心的一些组件都已经集成上去了。对，现在正常 ZK 的已经全量跑通了，就是包括可以看到刚刚跑分就是我们那个 samples 里面跑出来的，对，就是你用 ZK 做注册中心已经能够完全跑通，就包括服务发现服务注册这些行为。没有没有，现在已经支持了啊，对对，不用分后面的 beta， 这个已经支持了，对，正那个 beta 版本还没有发布，对对对，在九月份可能发布，是的。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比如 MVM 这边对于这种低成本接入的话，有什么就是后续想要做的一些计划？因为我理解除了业务应用的一个接入之外，可能更多的是它所配套的一些专业件，包括框架的一些支持，对对对，可能这一块就是说它在低成本上面，比如说怎么更好的去推动这些，比如说框架能够适配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些有什么后续有什么计划？低成本是指你的指是比如说企业内部的一些涉及到一些那些 Java 涉及到的 SDK 对吗？对，这是一部分嘛，包括它业务应用，它肯定自己也有一些，比如说 AOT 现在所不支持的一些动态性的一些使用，然后这块上面有一些什么低成本接入的一些方案。现在 Dapr 社区本身聚焦的应该还是 Dapr 所依赖的那些组件，就是包括刚刚提到的一些 native 这一些对吧 ，CK 对吧，是我们核心仓库里面提供的，包括 Knuckles 对吧，这些能力。那在微服务体系里面我们所涉及到的这些组件应该会逐一的去做支持完善，那当然其中还有一部分就是业务内部的那些比如说反射的行为对吧，包括下比如 source 的获取的这些行为，那这个从目前的角度来看，可能业务里面的这些内容会相对比较纯业务的逻辑是相对没有的，但是可能会有一些通用组件它会涉及到这些反射的行为，那这些可能现在我们只能说业务这边自己去适配这个元数据信息，当然它在配置之后其实理论上它本身应该是能跟 Dapr 的这些元数据跟 Spring 的这些元数据都能够合并的，对，这是一块，然后还有一块就是包括 Spring 相关的那一部分，那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边界的划分嘛，包括 Spring 那些 Bing 的一些反射的一些操作，这些都是能够在 Spring 那一块的 AOT 里面解决掉的，
就是现在应该是会有这个边界的区分的。目前是各个组件会自己去做支持吗？对，但是当然其他组件可能要看其他社区的一个支持程度，因为虽然 GraalVM 它现在有一个版本的兼容 JDK 8的，对吧？但是它还是大部分的精力放在 JDK 17级以上的一个版本。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前提，因为现在 JDK 17覆盖的层面还比较低。那可能很多组件在想要支持 JDK 17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一块的一起的一个支持。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前提，也是现在覆盖面没有那么广的一个原因。当然，随着后面的一个推广跟迭代，应该会高版本的 JDK 应该会覆盖面会更高。这个问题我多问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接入成本，然后其实对于我们业务方来说，其实我接入的时候可能我都甚至说我不知道我依赖什么组件，可能依赖 A 组件 ，A 组件又依赖 B 组件 ，B 组件又依赖 C 组件，到底最底层哪个地方的反射，其实我是不知道的。所以说，比如说我想接入这个 GraalVM， 我想使用 Dapr 这个 GraalVM， 那我可能整个业务都要去做这个 GraalVM 的改造，可能这个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有没有什么方式，然后一次性的？就可以把我所有依赖的小储存内建，打包我的消息、我的卡、我的 native， 所有的一把都给我发现，包括咨询业务的使用的可能 gram 支持的地方，都能一把全让我知道，否则我无法去改造，保证我能没有移动去改造，或者说未来我改造完了，后面谁又写了一个新的 commit， 又用了展示，又用了什么东西，又不支持，又出问题了，所以这块肯定要有一些系统的就是方案，让我去接入这个 gram 里。对，就是一部分上面就是这部分元数据的获取，至少你如果比如说这个得看，就是我们内部是否有充足的这个流量的一个模型，就是其实它的那个它官方的提供的那个chassis 的那个 agent， 它是能够扫描到一部分元数据信息的，就这部分数据它是要扫描到的是我们逻辑执行到的那些代码热代码的一些所涉及到的一些元数据信息，所以如果我们的流量能够覆盖所有的逻辑，那这个是能够帮你扫出所有的这些元数据信息的，这个在官方的那个提供的就已经能够支持。而他为什么说我们没有办法扫全，因为他考虑到的是我们所提供的那个流量模型并不一定能够覆盖我所有的代码逻辑，所以他并不能保证我帮你把所有全部扫出来。对，然后你刚刚涉及到的比如说像底层的比如说像卡夫卡，对吧，消息其他的一些组件，对吧，那我认为这是一个通用的组件，比如说包括像卡夫卡像我们 Dubbo， 对吧，它其实是一些通用的场景，而这些通用的能力的相对而言你能集成的这些元数据信息是相对较少的，反而可能最大的难点是业务中比如说某个地方我就用了反射拿了一下它的方法，就这些行为是比较难取出来的。对，这个是一个点，然后这个我们后面是需要当然达普社区也会考虑说怎么帮业务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是会比较聚焦于 RPC 的场景，就刚刚提到的我们服务接口定义的这些元数据我们会帮业务全部都做出来。对，今天还比较用道理，对，是，但是确实这种官方的中间件你们可以去做，但是比如说内部公司内部的一些二方包，你上下为团队依赖的一些组件，其实你并不知道你上游团队怎么写，其实很难去发现这个问题。对对，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如果相对纯业务的，应该运用到的这一部分还是比较少的，就是动态语言的这部分，因为纯业务的，你说我在某个操作上面做一个反射，或者是拿一个 resource。这种行为相对来说比较少，当然这个可能得依靠我们的流量模型去做覆盖，对。那